My name is Wen Guang. I was born in the 1956. I was a person who got education by Mao. I was a young people of the Mao age. The memory project started in 2010. Before the memory project, I found the space which called the Caochangdi Workstation. In the beginning, I just had an idea to build the platform for young artists, filmmakers, or the dance theater. After five years, we had the idea to go back to the village where it's the belong to us.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e need to fi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 and the social or life. We have such the problem without memory, without past, without really history about the life, about the people. So we have the ideas back to the village where we are coming from, where we are born, where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born there. My name is Zhang Mengqi. I'm born in 1987. I'm a dancer and a filmmaker. I study in Zhongyang Minzu Dashue, learn to focal dance. Now I'm working with Caochangdi Workstation for memory project. Until now is 6 years. Hi, I'm Zhang Ping. I was born 1977, come from Hunan. I'm writing, painting. Now I make my film. For me, show my idea, use art, that is my job, my work. Hello, my name is Liu Xiaolei. I was born in 1984 in Dalian, Liaoning province. I graduated in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I studied about television directing.
名字吗？五八年。反正我们虽然对，我们虽然对，就是搞活儿，都是我吃糠，这摸这儿，我从那心里就睡，找这个，这就是那你陈姨儿那个家里面哈，王姨儿这那个道儿，
那现在那是解放那那是歇几年了。那我们在哪儿？在前湾修水库，没有公司的。哈哈哈哈哈！你说过那个就过来就四奶奶的那个门槛就是大箱子，满屋子吃，一天吃这两笔，今儿哈是那个黄延义叫那个连车椅子，吃屋子今儿在那就走了。哪来的修水库？他那水库根上就是上来工资要的，我们这儿一政府结果那要管一下啊。就那个油条搁那泡，实际上呢也不是该修，是干嘛？在那搁那去捡几张皮，我们捡了头一户包的货嘞，来了就那就管一下，管一下那个人嘞，在这脚上该修，再捡一户包。你像我们一个生产队捡个五两三户包，他要回来走在那田园那个夜里，很有干净啥，很洼水。他就是么捡个大碗掏红棉衣啊，掏棉这衣服，走到东里，捡点姜皮在东里掏掏搞搞，就那煮了烧干就吃，年久年夜儿的，就那就常吃，那我记得呢。是你的锅灶，你自己做的是啊？我自己做。还那么说他们工资，你明天还要给你买一个，你买一买确实少了不能。你进去冷，我拍一会儿就走了啊。
我就念我拿到老师给，这是今年我考你又不去，我吃你又不去。这不做自己吃过这几样吗？我不是没考上，他肯定得把饭给我晚上送给你。我从这从小上送手，你请你考了，然后到底没拿笔来，拿来吃皮。这油啊，反正喝了看见了，吃完了水又都在。然后要吃也，吐水也，这坏油。 我是人家吃猪皮，这皮不是皮，那边是粮食的事儿，和麻油，葱油，那和那囊皮和多塞的吃囊皮，吃囊皮，囊皮还好点，囊皮是活的，羊水油，他人家那里囊皮那么好倒挂的呢，我们不是，你哪里啊？你说上中中午的那把我们的皮筋挑白白肉肉过炒。 咋的油？俺平常油都吃过，这还喷水，上吃那啥水都水都没吃，还有这流水油，是得干吃着呀。这后来都吃了，后儿子不念你吃了，鸡巴也吃过，俺的兄弟，我的兄弟让搁那书店吃酱油饭，老头子说这些也吃就差两百。 种，这连种这都快，腿都种，都饿死了。啊，吃食堂吃的好几天，我是饿的嘞。我自己多人种。哦，我把俺家我都死的，你们说人，我的就是人民，就是都死的。嗯，一天抬两年。那是三个，一万是三。俺我是好几口子人啊，俺家里四口子。 俺们这个我是俺们这个女的，后来没了婆，我是俺丈母娘死的，我也不记，他是五十，是不是我是中年的亲？嗯，你们年了，我死的，我死的，给他爸爸。啥时候还没有五十的，都是五十的。俺大婶儿十一了，有我说。你们这个我是很快。我自己两个最老也是。 我当过了，我人两个走的是五十的，我的本事的，那当真是五十的。我是俺大奶奶是，妹子是丢了没胡子长死的，两岁多没，婆家传的五十。那算老几五十？奶奶有病，你顾不上来都是饿死。没有啊，些都是五十大寿的。俺老人家死了，奶奶死了。 下班还是没有什么事，也就这样。
妈，你都多少老奸人，没过那老吃苦嘛？啊，都看得发生活。哪个找你的狠？你想想，那手头手里。哪能的？那人过那日子啊！那新年我过那日子，早点回去，小不早点。你娃的那个事儿，你们还忘了呢？俺不是这，我说再去查啊，那就不过得下去了。过两天都难受，可怜日子。这下猪都给人吃的，还不？ 那人老哭能说，那人哭都说不成。我说么，今儿这不是说，那真是人吃人的年龄啊！那确实是日子是难过，那也是难过。我过的日子嘛，哎，我想起来那些岁月，我都想起了内心，我都只想发难受哭。俺开几口说都是日子，那人也嘛。
我们现在有一顿，我是说我来，在那个是白龙农里的哈，是土地方黄龙双的啊，亲自面我来，我说我来当户户吃，那活生吃的呀，吃不得，吃了我个妹儿，我那哭，我那昂，满脸的昂，不管这播，我自己慢慢播。那一年那我们那是那一年那是在五八年六零年那个两那个三年都没过得好日子。我死蛮多人。
跑那么远，麻烦死了。我父母在城里住的时候，我一个人回过几趟家。原来老屋拆掉了，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死了，我就觉得那个地方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我爸搬回去，我就不得不每年都回去。今年我爸说老屋厂想把它修成自己的坟，要修一条路从山底下，我们开车上他的坟地。